下生排队要来领册看，不过这边不是新册，是其他下生为出来要提来跟其他同学分享的。可以拿你已经看过的书去换，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比较，可以看到比较你没看过的书，也可以让别人看到比较多他没看过的书。这是当时国小特别针对外头这方面，用多元丰富的方式营造优质的环境，吸引学生来外头。这个计划的名称叫做“好书开罗阅读区”。好书开罗的罗呢，就是第一个是借由图书馆利用教育，再来就是师长的推荐。那希望小朋友呢可以网罗知识，再来呢就是可以像那个萝卜一样。可以往下扎根，做一个深入呢深耕的阅读活动。那我们期末呢特别针对这个阅读呢有做一个阅读周的活动，会邀请童书作家王文华来跟我们做一个那个师生的对话。在榕树下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，而且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知识，可以不用跑到图书馆，就可以在榕树下看书。学校还有一项制度是各年学生跟校长的秘密。我们一个校长口考的一个制度，我们设定是高年级。那高年级的孩子，他们自己选定自己一本书，然后来让我口考。那我希望透过我的口考，然后让小朋友更认知这本书里面的内容。虽然学校长考试淡薄困难，不过学生选册甲外头程度，拢学校长非常娱乐。选第二十一页这本书来参加校长的口考，在紫外线和在烈日下工作的人影响我最深，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紫外线下工作，很辛苦。我们有房子、教室，有菜可以吃，都是他们努力出来的，不要忘记他们的存在。那一本让我学到。那印度那边是个很贫苦的地方，相较之下，我觉得我们生长在台湾非常的好。沿海偏乡资源虽然欠缺，不过在校长跟老师努力之下，也改善了校园外头环境，让学生敢于外头，进一步也提升了因的国文能力。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。